念苍生，以天下为己任，谨守道心。我一次次遭遇背叛，不是因为我太天真，是因为我相信世间总有善意。你怎么走这么轻易就相信别人？阿乔，自求多福吧。被人遗弃的感觉如何？像你这样的好人可不多，跟着燕无是没好日子，很快就能再过下来。师尊命我来找一个叫沈乔的人。堂堂道门宗师，却沦落到为燕无师产妓，不觉得点将？有闲心管他人性命，怎么不操心操心自己的死活？果真有人能够百折千回，历经坎坷不敢出息。阿乔，你会是沈乔？阿乔，沈乔，阿乔，沈